哦，我第一撞当鬼啊，靠背啊，欸、白痴哦、喔！第一撞，别撞，我走一起，别撞，走一起。我有那个，我有气球桶，拿到。干、啊、你太快了吧！我真服你。拿到汽油桶了是不是啊？那您关灯，我没有开灯啊，我没有开灯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东西。我也看到了，找发电机。野生在哪里？野生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在我刚刚的地方，我在刚刚的地方。没看到你呀、啊？我在这边。我找到那个 radio 了，我在对面，我在你对面，对面。怎么出去了？你怎么出去了？我在你对面这边了，靠腰、啊！看太黑了啦，靠腰、啊！不是啊，我看到他刚在那边啊，我看到他了啦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他啦。你们在哪里呀、啊？跳下来！我跑什么东西啊别人来怪我罩你，别人怪我罩你，别怕，不要怕、啊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在哪？马路上。啊、靠北，我干嘛讲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哦，你们很会躲呢。你看那小房间可不可以打开？你前面那里，左边，李先生，你左边正前方有个门，哦、打开看有没有。哦，这边原来还有门哦。不知道，看不到啦。两个狗娘养的。我只有找到 radio 而已，有没有找到那个？看奶奶的，两个狗娘养的、啊。我看赖永林他都被我找到，把你们皮给扒了啊！赖永林他妈的、欸！告诉我在哪，我不知道在哪。我只能跟你说，刚刚我就在附近被杀掉。不是这个，干，有一个房间有。你又把我逼到死路了！白痴，我讲的。看到你了，赖宏林。Radio 在赖宏林那边呢、啊。赖宏林，在哪里？里面，外面。里面，不是这边，上面要上去。上去是二楼。我在顶楼啊。我看一下赖宏林吗？我去楼，不行了。我这个很危险，你不要过来，你小心哦。我先看赖宏林，我下楼了。赖宏林，快点进去拿 radio， 拿 radio。干，你不要守在那边好不好？很狗哎、欸！我去找你啊！枪准备好！鬼好，你是不是神射手？就看这一次。干，快点啊！好紧张啊！剩八秒，七秒。快点！不能输啊！跟他拼！差一点点，干、欸、我打中你耶！你差一点，差一秒。我好像血还蛮厚的。白痴哦、喔，狗狗闯天关啊！操！操你妈的嘞！哎、欸，李先生，等等，干你！哎、欸，我们来做个交易，好，做个交易来。你让我十秒，好，我给你十秒。汽油桶，汽油，来你跑，十、九、七、六、五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、欸，你跑很快哦。哎、欸，你音速小子，照看他飞哦！蚊子跑到我鼻孔，干！赖宏林，你在那边等，我去找。我在这边等，你确定？对，你在那边等，你守在那里。我如果找到，你就可以用。我找到，你去发电出来，黄色的，黄色的。OK， 我在这边。色那个。好了。Radio， 我来，这里。OK。然后最后等警察来就好了。你们都解锁了是不是？解锁都解锁，等警察。啊，警察是谁？啊，你们两个都死了。你等警察，你躲好，你躲好。
警察什么时候来啦？不知道啦，不知道啦，一分一分钟二十秒吧。李江，我不应该留你活口。多好多好啊！找不到我的啦。干那怎么？妈李先生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那边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说地窖慢慢看，慢慢看。看到你的人影在那边晃来晃去，你不可以跪在一个地方啦、啊、我没有，我在走来走去啊。他在走来走去，他还找你耶。对啊，你们两个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讲话我还半信半疑，你们两个一起讲完全不信啊。干、哦、好紧张哦，还要等二十几秒。看我刚刚把对象直接杀掉，剩九秒啊。还跟你做交易，我神经病！赢了，是假的啦，这样就赢了，靠！啊，欸、没有没有，你好像要你好像去找警察，傻小啦、啊，真假的啦、啊？你要出去啊，你要出去才跟搭车子之类的，出去你妈，你闭嘴啦你！去搭车啦！哎呀，你不是啦，你逗耶啦你！你要去搭车是不是？你这样，哎、欸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该怎么办呢、啊？看我没有看到你，我刚视角没有在那边看到我是不是？换谁当鬼啦？谁？换你也对啦。看我怎么又当毒虫啦？靠腰！我是妖艳贱货，妖艳贱货。哎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还有书呆子。哎，谁的手电筒啊？怎么被打一个坑呐、啊？这不能开灯，这不能开灯，他看到我。谁的手电筒啊？我看到你们在二楼哦。欸、你们完了完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你别这样子，等下，打个三两，打个三两，打个。你要跳下来吗？先撤，先撤。你要打什么人？你要打什么商量？让我们，你也让我们十秒钟吧。我刚刚都让你们十秒钟，不是啊，我上去我根本打不到你们啊，我要绕上去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哦，等下倒数两分五十秒我就冲进去，我让你们慢慢找、嗯、真的真的吗？真的，还有十秒。不要十秒了，给二十秒。好咯，二十秒到了哦。还没啦，还有十秒啦，还有十秒。等一下，你刚看这边有东西吗？没有的。没有东西，这边都没有东西，我都看过。你们这些调皮鬼在哪儿啊？这边我都看过，你也是你不要再看了、嗯。这不是，这不是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谁啊？哎、欸，是谁在地窖里面啊？啊！操你妈！医生跑，医生跑，谁啊？怎么办？赖红林，我怎么办？在哪里啊？看到你是操熟辣的事、啊，不要操！妈的，还有四分钟你就他妈蹲在这边，你是操熟辣是不是？蹲在这边哦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啊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！拜托啦！艾红林，你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对不起啦，可能他在图书馆，他在图书馆。我的对不起啊！图书馆，对不起啊！我什么图书馆不知道啦？对不起啦！不是，你到底在叫三小啊？不是，你到底在叫三小？我听不懂啊！不要来，我拜托你。他在一个路头旁边呐、啊。没有，你出去，拜托你啦！对不起啊，拜托啦，拜托你啦，好不好啦？对。不要啊！你到底在哪里？你给我讲一下，好解说没？那我不玩了啦！他就在图书馆没？图书馆他妈的到底在哪啦？靠背、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被我遇见，我敲你！我跟你讲，敲我，
把你抓出来敲你试看看啊！Now we ballin' like